中的承诺有袂当讲的秘密啊，吼是嘞吼，哦，但是咱讲真嘞哦，我上爱听你就是唱这种歌，啥个？会当安尼关机啊，你知无？我若吼，我若拄着阮的小卢吼，伊若无安尼话话，我拢会感觉真牛，你敢那不是？哦，咱讲真嘞，因为吼，这就是我做袂到的所在，我就是无法度安尼吼，连名关，连名机安尼吼，所以吼，你爱替我圆梦啦吼，啊，我若连名关，连名机嘛是会使，连名破音，连名开车，还好啦。哎呀，是买好啊，还是让专业的来哈，来啊，今晚好邀请到我的小卢阿丽，我哥哥给你加爆呀，不是啊，啊是还是最新刺青，不是啦，啊是住下，然后我就咁乱啊，乱到变乌车，哦，安尼好严重呢，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迄就是细皮嫩肉的派出。哎，细皮嫩肉哦，就是袂卡要袂卡要摧残，对，袂卡要摧残。你若像我这只用的，就袂亲像安尼啊啦。哦，嘿，安尼看起来足神奇哩个呢。我也是啊。真的哦，爱听无？会喂。安尼会听，有的是乌青，但是袂听。会听，就是我咧正常。人讲乌青，乌青，我捌看到乌，我第一眼看到青嘞。真的，我真正第一眼看到青嘞，真正是乌青嘞哦。可见他真正足听的嘞吼，看可不可以冰敷一下，还是热敷一下？有洗的时候把它热敷一下，或者杀精油。对，热敷一下应该也刚好哈。真的哦，我若唔知，我会当做你即摆当咧叛逆，可能请你会款嘞吼。来哦，足辛苦的吼。好来，啊，即摆邀请你变化好妆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么就先排《歌谣一缕花》。来，《歌谣一缕花》好听的歌曲，咱继续来个安排。